万灯节果然热闹。怎么了？平常想着法的六出宫，今日出来了却闷闷不乐的。是没睡好吧？没事的，咱们去那边看看去。宝宁，宝宁，素素，好漂亮啊！素素，那个花灯好好看呀！素素，宝宁，湘君，湘君，你没事吧？承恩公，卖花了，卖花了，湘君她的鲜花，大哥哥买一朵送给你的心上人吧。小朋友，哥哥把你这些花全都买了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来吧，拿着你的花赶紧回家吧。大哥哥，你的花。哥哥只要你这一束就够了，其他的你送给别人吧。快回去吧。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见你。我去李宅找过你，但是去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。你还找过我？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明日辰时，我们城东外见。